先量胸围，胸围就是这样，过两个胸高点，从后面绕一圈量过来，一定要在两个胸高点的位置量胸围。然后腰围就是找顾客腰部最细的地方，在这个最细的地方绕一圈量过来。臀围是量下面屁，找屁股肉最多的地方绕一圈量过来。然后是后面的肩宽，肩宽是从后面的左肩点这样量到右肩点，肩点到肩点。然后是背长，是从这个后颈的中间量到后腰最细的位置。然后前面是肩到腰的距离，是从这边，这边上面的肩膀经过胸点，然后量到腰部最细的地方。然后还有肩到地也是从这边经过胸点，量到地面的距离。还有是肩到胸的位置，也是在这个位置量到这个胸高点这边的距离。还有胸间距，胸间距是从这个胸高点量到胸高点这边的距离。其他的话还有上胸围是这样，在胸上面这样绕一圈，下胸围是在胸下面这样绕一圈量，就差不多基本是需要这几个。